What up? Yeah, yeah, yeah. 现在高潮来临之前，大家都习惯数三下。Alright, one, two, three. 在23号是2023 ，Open the mind。这个夏天飞了太多口水，现在够很干。本来忘了多了，我那段时间不太想说。他们在休息时间过我，比之前念得多。他们各大工具买都差不多，早就讲过。我一再压抑自己，别像以前一样闯祸。不说口无遮拦，但真的不想想太多。真诚一点，更诚一点，事情会简单得多。还是得坦荡，还是得敞亮。It's your boy damn young， 该死的闪亮。姑娘想倒贴，麻烦你靠边。我为我的耀眼向你们道歉，可以了吧？我写了都快2年，这种可以了吧？哲理的话我说过不少，振奋又得理的话，不合理的话，你就跳到湘江河里去吧。刻意的骂我不会，但如果你要我惹你的话，你的 real shit 太 real， 一嘴的粪。我要用心做音乐，哪有你们的份？烧掉那些弥天供，我得吐吐芬芳，制造点声浪。Three, two, one。我又输了三下，走到后口我不会重复，免得你又说我复读机又让你同步。去补点该中该，让你的同学都听清楚，看看到底谁是屌中屌，谁是酷中酷。现在谁玩的火，谁玩到忘了我，谁比谁扛得多，谁都想往上摸。喂喂，我懒得说，谁帮谁扛得过？我想问这帮猪老狗到底在想什么？ Rap struggle， 在这黑灯瞎火，有很久了抓我了猪样的家伙。看哥的发，哥的样，哥的各种这么晃，你们全都一起上，谁叫我这么壮？一个两个发个各种，让你用心的听，要听还是听你傻歌，比你亲歌还亲。词不达意的句，在那拼了又拼，我用1小时18分钟15秒，你得拼了这条命。你要是真的拼了，也算是你用心了。要玩就玩点新的花样，他们在盯着我硬核的音色，听着很清澈，像在跳弗拉明戈。哥们被晕了，都给我听着，这样的时间段像金子。那天天是阴的，在上海的宁家，我可乐不喝冰的。他们就惊了，问我的养生心得，表情就像个婴儿，把经脉打通，像机器密集的段誉，我帮你把风，像王祖贤有张曼玉，就算在打工，也把生活当成卡通，哈哈。在沈阳25楼黑漆漆的楼梯间，今天第6根烟和胖起了，在我口里面似乎其他好几遍，没有人瞅我一眼，这么屌的 flow 像火影忍者的手里剑，专门丢向那些流氓和地痞，那些穿的破破烂烂流浪的弟弟，刚刚上了生物，现在就忘了地理的，还没还上本金又忘了利息。这个时代谁都有病，我还没好呢，各位同行深深有幸，我帮你考核，为了诗歌这么有劲，我只想考那身体素质思想维度到底几量庞重，何况大多数还没有，还都分不清美丑。说到这里，宣传委员都有点愧疚，可能我微博传播的信息量还不够大，让太多人只想自顾自，只想吹口哨。咔嚓嚓，从小就吃炸炸炸，很抱歉。你喜欢的那是球员，而我是教练。别管那些头衔，你想要我的照片，换女同学的笑脸。青春期别早恋，看我冲锋，不再瞻前顾后，但这种风冲散了那迷雾后，所有人通。听懂我的描述后，不看歌词就能悟透，跟上我步骤。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，满意了吧？